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急着问你，今年能不能来秋狗？哎，你们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大学的。你说扔了还太可惜了，能来秋吗？那我这如果说他到我这儿得传染病走了呢？那就走吧，那你咋整？我不是说是那啥，我要搬家。你说我也就不想养了，完了给别人还那什么，我怕人给吃肉啊。那你麻烦你了，你想好了吧？反正我们这是现在，我现在是治疗传染病的，在这儿。啊，没事儿。那你咋整？也批那么让他们。得吃肉去，是不是？啊？那你亲戚朋友没有养的吗？没有啊，都住楼，都老人。要没有老人，我还能养，我挺喜欢。这说实在，拿走，行了。那你今儿能来取吗？我今天有时间。我一会儿打完针的吧，你打电话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昨天给我打电话。说这个狗和猫要给放了，怎么怎么？说半天没听明白。我那说了，这有病，有病，有病了。去吧，走吧，又看怎么了。走啊，阿大哥，救猫去。一个猫，一个狗。我把狗抱家去，你把猫抱过来。喂，你好。你把那猫和狗拿下来吧，我们马上到了。好了，谢谢。没事。你说他把咱这当什么了？不养就往咱这送，说不养就不养，还买狗，说着我很喜欢。不好意思，谢谢了啊！要搬家，猫啊，那边还有老人。这猫不太好，猫小。那边有老人，我就寻思我就。猫是病，猫不行。猫有病啊？啊。嗯。这是你养的？嗯。这啥猫？这咋的？我不知道啥猫啊，孩子买的，但是也不少吃的。这狗也是个小狗啊，他说是小狗，长很大。那是猫。我那边我要伺候我妈去，有个老人，要不我就养。这个买的时候啊可小了，现在长大。这啥呀？嗯，走，进。嗯。谢谢你们了啊，谢谢。那边有老人，有老人我就养了。行了，哎，那谢谢。再见了。瞅着你照片挺大的，它咬人吗？不咬，不咬，不咬。生门口它都快病。它有疫苗吗？有，然后驱虫也做了。不要了哈，好了。爪的可能有点那什么。真菌感染。它这个要是如果环境不好，脸上之前脑门全都是，然后后来治了，好了。跑了之后的话，腿又开始那啥了。他这个得长期犯，年年犯。我先上面治完狗再打。好。兑点热水。
得水是温水。就这种感觉。开始。来呀，明明，给你整两下呀。哼，还跟个外星人呢。在这里面晒晒太阳，哎呀，挺纯呐，看看，现在干嘛呢？走吧，兄弟。我给你整那个老头似的。胖会儿。